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月。今天有一个全新的频道，叫做 Be Heroes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欢迎黄金世代的五位球员：磊哥、杰哥、念哥、敏哥，还有炳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黄金世代最近在忙些什么。当然啊，也因为新冠这个肺炎的疫情啊，所以让现在很多的国内外的这个篮球赛事停摆啊。在停赛期间，大家都忙些什么？那我们请杰哥先来聊一下好了。就停赛的阶段是球队是先放假嘛，然后自己都是会做一些自主的一些训练，然后跟一些多陪家人吧。那磊哥，那你可以聊一下你最喜欢的陪你训练的训练员是谁？早上的训练就是自主训练的那个体能的部分，有念哥跟我一起，就是对陪着我一起训练。那在球场上的话，就是月哥了。对，他也喜欢跟我偷偷来，对，就大家一起在球场上动一动，一起动一动。对，炳哥是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最近也没地方去啊，就基本上在家里陪老婆吧，就陪她看看剧，打打电动。最近看什么剧？最近陪她看的应该是那个《富豪辩护人》吧。富豪辩护人，辩护人，辩护人。哦，看富豪辩护人。OK。Netflix 有点贵，我可能还买不下去。明哥，最近忙什么？生活就很简单，就是早上种种花，做一些乐高。假日的话，就可能会跟三五好友去走一走啊，去公园跑一跑啊，动一动。明哥呢？最近通常都是在家里等他们的电话打电话，看要不要约我出去走一走。对，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都没有球队训练啊，在家的时间变多了。那在家里陪老婆，或者是陪家人，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火花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不习惯，不习惯啊。对啊，每天面对自己老婆。面对谁老婆？你这样子，刘家秀心里听到，平常有何感想？应该是说，大家之前我们都在彰化比较多，一个礼拜可能就回去一次，相处上面会变得比较大家比较有空间。我想管你，但我管不住你。对，就是大家比较有空间，那你相对就是摩擦会比较少，因为停赛嘛。对，那在家的时间又比较多。对，就是你对我，我对你嘛。平常在彰化的时候讲话也不过就两三句。睡了吗？晚安。现在在家时间就多啦，那超过三句可能就像明哥讲有点不习惯，就那个音量就变高了。多一句他说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怎么还不睡？平常不是9点多就睡了吗？怎么11点还不睡了？那杰哥呢？杰哥会不会有这种状况？在这回来这期间，赶快跟小孩自己就是培养比较深厚一点吧，就是感情会越来越好。这样子五个人在家里，然后我想一定很吵吧。一开始像回来其实还蛮不习惯，就很难控制嘛。有时候会觉得会自己有时候会易怒，可是也没办法。对，然后就开始慢慢让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吧，就要变得更有耐心。然后因为刚好爸妈也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可以互相帮忙，可是还是相对来讲玩起来真的是还蛮疯的。对，那真的是一个大家庭。今年是鼠年嘛，今年最流行的这个过年的话，就是数到三都过来，这样数到三，不好笑是不是？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。疫情期间，我们开发出了一个蛮流行的一个活动，就是周末的野餐。那野餐的时候，大部分是谁来去做这个摇旗的动作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还缺一张大一点的野餐的桌子。下一个加入了就可以购入，好不好？在野餐的时候，每个人也都会展现一些自己的功力，比如说像敏哥就非常喜欢做一些吃的，磊哥呢，他就是场地组、设备组的啊，比如说野餐椅都准备得很好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念哥、炳哥、杰哥，如果在野餐的时候，通常会做些什么事情？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就是野餐这个，对，所以还不太清楚。放空组，这样你就知道我们有缺一张桌子。刚才那个话就是跟杰哥讲的。对。那炳哥呢？你就上场。炒热气氛，来，把大家集中在一起。一个都别想跑，很快就把现场气氛带起来。那念哥呢？看他们可能在那边忙的时候，就去陪他们的小朋友玩。然后孩子王的角色也没有到孩子王，最近开了一个家训班。
专门教小朋友飙车就对了，教小朋友开那个小台的车。哦，那也是不错，很好很好。那我们常常会在休赛季的时间，或者是这个练习的空档，我们常常会玩一些打发时间的游戏啊。那比如说像是这个扑克牌、国粹、麻将，找你当主持人是不是把我们讲得太赤裸了一点？但我相信观众朋友就想要赤裸的你们嘛， okay. 不然等一下下一集就是让大家拖上一下。我们今天有设定了一些小游戏，就是这个心脏病。如果这个是一，就要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继续二，你那你不能这样子，你要丢下去啊！你要丢第一个，你要这样丢，会不会发了？我来发，丢啊！拍都不会玩，给专业的。来，老师你后制一下，后制作一下。我是干，先讲起规则，自己看一下，紧张点，来哦。还铁牌，铁牌又不给他掉，算算算，放前排吧，把钱放前面。一、二，这个要过瘾。三、四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手有点慢了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暂停暂停暂停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我没有高了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十三十三十三，一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太自私了，你们什么？你自己没有多少，每个手都在这边等。我刚就想问你，被谁的掌力震到后边去？放着啊，你知道怎么拍的、啊？都放后面好，都放线上面，放桌面，放桌面。好，你发，你发。一、二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哇，还会痛一点啊！哎，拍就不要搓了，就你指甲最长，要不要搓弄？我被搓的人，我自己搓自己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三。没有，一二三四。哇！哇，你这么高哦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六、七。不要用了，算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二。我你可以跟小月刚发自内心的哎呦！六、七、八。啊！哎呀，完全没了，八都没反应了。我想说我要出发了。对，一，差了一点没事。我就说我不要玩了嘛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的妈呀！你先上厕所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，多了哦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超越了，超越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。我先闪，然后再压。专业，专业，什么刀？专业。我刀好像也破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。
等一下，不要动，大家来鉴定一下，我们的椅子不要顶住了。我比较快，你是第一客官，你们坐一客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后置吗？小月的手在这上面，我在，有回头吗？你这样子，啊，他是慢的，然后戳进来，怎么戳进来？戳进来啊！对啊，啊，他戳进来，当然就有下面啊。我修了，我修了，你们要来胜利。可以结束了，可以结束了，真没有话讲。六七八，这个你又错了，这个你又错了，这一位是真的，我要拍这一位，你们怎么拉上去了？你是不是错了？拍东西不用举这么高，就这么过去就好，怎么举这么高呢？今天的最输的玩家还是我承担。我觉得打脚底板，我是对不起各位学长，或者是在座的工作人员，可能这个房间都要这个进行大消毒。那这样子啦，像打额头了，你要拿斜的。好了吗？没有这样的啦。这样子啦，这样可以。这跟给他一巴掌什么区别？这样还好啊。你不能打巴掌吗？你用太大力，我帮你拿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对，被我算了。好，这样可以。不要那么过分吗？哎，打歪了就没了，打歪就没了。你们动作这么棒，不能闪。哎呦，你这烦哎！在试啊，在试什么？又不是你啊！已经有一条痕了，可以已经有痕出来了，不要跑，你会有痕的。下一个人就偷偷五下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可以。太夸张了，真的。好了啦，你这睡好了，你还一直来。扎实的。这不会掉的。好了，好了，真的很痛。好了，我们的惩罚，我们的惩罚结束了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算是我们的这个 Be Heroes 频道的第一集，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。硬要打下巴了。对，也欢迎各位朋友呢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然后订阅。有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哈，我们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，拜拜。还好啦，不是这个打得好痛。